哈喽，Hello, 大家好，这里是杜华说。那我们这个视频继续跟大家分享两场今天欧冠的比赛。第一场是阿森纳对战爱因霍温，第二场呢是拜仁对战曼联。那么我们先讲阿森纳这一场。 这一场呢，在阿森纳主场打响。那么，阿森纳呢，最近状态呢，其实也还可以，但是并没有说呃特别犀利。就像上一个赛季初那样子，的阿森纳的表现呢，现在没有体现出来。这个赛季的阿森纳，我觉得有一些时候在进攻也会有点吃力啊，不知道是有一些战术没有啊、呃、打出来，还是怎么样。那么。 爱因霍温这里呢，最近表现是非常强的，所以这一场球在客场去挑战阿斯纳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去做一个考虑，就是会不会有个双方进球，或者说是应该是大格局，但大格局要大到哪里去呢？因为它现在出来的位置是三点二五，所以会比较纠结。我觉得可以走一个呃场中场中去走一个大格局三，或者说是。 呃，做一个阿斯纳减一的场中会比较合适。那么这一场的年龄的推荐呢，我们有放在会员的方案那里，大家可以去联系我们的客服。 第二场呢是拜仁对曼联这一场比赛，拜仁呃因为有了凯恩的加持，在中锋这里有做补强，有中锋的球队在进攻端是不一样的表现会不一样。那么后卫防守端拜仁也是比较强的，所以这一场球来打客场的曼联，而曼联呢是现在处于一个比较呃动荡的这个时期，所以会占据比较多的优势。那么拜仁慕尼黑这一边呢？ 在以往对战曼联的比赛当中，都是成绩比较好的，经常打出三杠一的成绩，而且是曼联比较完备的情况下。而现在的三桥没得上场，而且，呃，卡萨米罗。 呃，状态并不是特别特别好。那么拉师傅呢，在左边路呢去打的时候，我觉得在上几场的表现当中，呃，战术并没有安排到给更多的球权给拉师傅这一边，所以也非常的不明确。那么安东尼这边今天有没有上场，或者说有上场呢？呃，能不能打出效果也不得而知。所以呢，曼联今天我更看好是做防卫的准备。 就跟昨天纽卡斯尔联一样，主要的球权会让给主场方啊。如果说曼联一味的去做防防守的准备的话呢，呃，可能会把这个年龄格局压缩下来。但是对于两队以往的交锋的习惯来讲，我觉得他也不是打那种龟缩打法的，所以。 呃，不一定能压下来，好吧？所以整场的年龄我是比较推一杠一、二杠一跟三杠一的，因为有可能曼联能够守住一杠一的这个格局。好，这就是今天的两场欧冠的比赛分析。更多的比赛分析方案，我们放在会员区这里。有兴趣获得我们会员区的专属方案的朋友，可以跟我们的客服去做对接。谢谢大家。